票。接下来马上要打榜的呢，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姑娘们啊，战斗少女组合，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。今天带来的这首打榜歌曲叫《我是极光》。是的。请问你们谁看过极光？我们都是在网上搜过极光的图片来看极光。我也是在网上看的。我们大家都是。我们都没有看过真正的极光。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赶快就是查了一下百度。我就想说没见过，还是得在网上看，不然真的不知道这个歌词可能含义跟脑补的可能不太一样。那个创作者创作的《我是极光》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看到的，对，是这样的。虽然呢，我们没有看到过极光，但是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希望大家能够觉得极光就是在你身边的 ATF。哇，好会，好聪明的回答哈！以后再有人问你们就这么说，我们就是极光，我们会展现这个宇宙的奇迹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战斗少女组合，他们现场打榜，《我是极光》。是一场幻想。
过时间。